这些聚会有问题，去不去都让人心烦。高中同学打电话来，就说：“哎，我跟你说，刚好所有人在什么什么地方去，你要不要来？”他其实把我叫过去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团购的方案。你只是当个分母。妈妈抱怨大会，我觉得不想去，但是跟那个我的小孩有关。一定你跟激动的哪一个妈妈有暧昧？周一到周五每晚8点，请锁定26频道未来综合台。女王大人 ，See you。